为什么一定要 cover 呢？好，我先这样，我随便自己画一下。你可以看到下面的颜色，我等会要走的那个就是 Sharpie， 你可以看得到。如果你刚才没有用 Sharpie 的话，你现在一搞所有的 line 都没有了， line 全部没有了，你抓不到你要的位置。我建议你们呢，哈，就是说你们在涂的时候，我所谓的均匀呢，也不是说好像油漆喷上去那种感觉。就是这种画法。好，继续画。对，就一条线一条线的。对，你是所谓的一条线一条线哈，我这里要把它补，我要把它补上，等会我才好拉它。好，我再讲到哈，颜色比较重的地方有没有？啊，像我刚才有虚线的地方，我颜色就要重。像这些地方，现在的时候就先种了。对，啊，所以呢，你们要注意，就眼睛四周的。对，那眼睛你们要涂啊？我现在全部都，因为你要整片下去。他只是把那边加深一点。表现什么？看到吗？嗯，都先不管它，只是说眼睛这边稍微重一点就可以。所以刚才有虚线的地方，看到哈，稍微重一点。然后呢，我这边颜色也要稍微重一点，外围的地方，啊，就是我想要怎么样，我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稍微带上去，不要太厚啊哈，太厚它会 pop 掉啊。所以呢，你会有第二烧，第二烧可以加深，加强哈。这样子 ，OK， 好，现在回去做这一部分，要涂满，对不对？要涂满，外围比较深，然后眼睛四周比较深。